give thanks to God during the pandemic, we still can have this type of choir. We're going to have a baptism coming up.这个洗礼班的学习，人也的宣告，请问你是否你是废人，没有认识主的时候说过错话，做过错事，得罪了神，你们承认吗？是相信为你我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你们相信吗？相信。你是否愿意一生来跟随主，一生来服侍主，愿意吗？愿意。大家听到没有？好，李笑姐妹，刚才你在众人面前庄严的宣告，我现在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名，为你来施洗。吴美玲姐妹，刚才你同样在众人面前庄严的宣告，现在我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名，为你来施洗。梁小燕姐妹，你刚才众人面前庄严的宣告承认，现在我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名为你来施洗。袁静姐妹，你在众人面前庄严的宣告也承认，我现在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名为你来施洗。杨克勤，你在众人面前庄严的宣告也承认，我要现在奉圣父、圣灵、圣父、圣子、圣灵名为你来施洗。王国伟弟兄，刚才你在众人面前庄严的宣告也承认，我现在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名为你来施洗。我们起立，一起为他们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主，你将得救的人数不断加给教会。这六个人都是用你宝血所涂抹买赎回来的，他们在面前，他们的生命至为宝贵。借他们借着洗礼加入教会，爸爸的圣灵这个时候就大大充满他们，让他们这一天成为一个不再一样的一天。他们一生要跟随主，一生来服侍主，让他们生命渐渐长大。也求主保守他们，让他们这样有个新的生命，有个新的样式，过一个不同的生活，在教会、在社区、在家庭当中成为美好的见证。哈利路亚！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给他们个掌声好吗？